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道德观察》的春节特别节目《天大的小事儿》。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聊一聊这个过年上班的这个话题。我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嗯，因为去动物园看这大熊猫多可爱呀， 想多看一会儿，不行，还得看下一个馆呢。嗯，所以我就觉得能天天陪着大熊猫的那个饲养员是最幸福的。哦，你也有这感觉呀？他老能陪着那国宝一起玩。哎，我跟你说，我以前的理想哈，就是除了干电视，就是当那个动物园的饲养员去。但是我觉得我们看的都是好玩的那一面，你没看到辛苦那一面。这里是四川成都。我是月亮产房的宝宝，五个月大了。今年是马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马上有熊猫。这个表演可不简单。我站起来，起。我爬，爬，我摔了。有的弟弟妹妹还很小，所以熊猫爸爸不让我们在外面待太久。你看，他要来了。2014年春节前夕，四川成都。新鲜草呀！看外面小雨淅淅沥沥，邓桃把玩的正欢的熊猫幼崽抱了回去。邓桃从事熊猫饲养员工作有12年了，他亲手饲养过的熊猫已经超过了80只，今年又是8个宝宝。每年8月是熊猫的产崽季节，熊猫幼崽要经过1年才能脱离饲养员的照顾。你每天除了要饲养熊猫以外，然后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它待在一起，让它对你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爸爸，给我玩一会儿。那不抢我。爸爸，爸爸，我饿了，饿了。熊猫爸爸一天要给我们打扫消毒2次，这时候熊猫妈妈已经开始给我们准备晚餐了。幼崽的基本食物是早晨一顿母乳，晚餐一顿配奶。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熊猫幼崽的奶量控制比人类的婴儿还要严格，对温度、奶粉水量的配比、喂奶时间等等要求更高。如果熊猫妈妈是首次产崽，母乳喂养的过程也需要饲养员全程协助。幼崽还到母亲那儿吃奶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固定一个姿势，有时候1个小时或者2个多小时一直在那儿趴着，然后把奶头给它按住一点点，然后让它的嘴巴含在上面。早班的同事陆续回家，邓桃的妻子李佳也刚刚下班回到家中。李佳也是一名熊猫饲养员，在太阳产房工作。两夫妻正好赶上白班和夜班时，只有中午吃饭时能在食堂遇到。不到1岁的淼淼和妈妈玩耍时，总是往妈妈身后看，嘴里还喊着爸爸，爸爸。可以说是他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是他当他会走路、会跑、会叫爸爸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在他的身边，所以有时候觉得真的很挺愧疚的。其实
赶上重要的节日，饲养员的时间不能自己控制，而熊猫产崽季节有时一周都不能回家，除夕春节大都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哎，玩了一天，我也该睡了。熊猫爸爸还在工作着，逢年过节他们也会守在我身边，谢谢他们的照顾，让我健健康康的长大。你看人家多辛苦、啊，天天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俩老也碰不上、然后大过年的，这个国宝他要转往外地，他这饲养员就得跟着去，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大熊猫。别人家一过年都亲朋好友团聚了，好，他到大年三十跟熊猫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是，而且这俩你看，一个是在月亮产房，一个在太阳产房，我觉得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他们俩真的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平时见不着，只有交接班的那一瞬间能见着。我不知道圆圆，你们家到过年亲戚朋友一聚会，互相问不问这个？反正我们家是老问，说哎。你过年放几天假呀？对对，都快成了口头语了哈。见面就问放几天假呀，这也体现出大家对这个春节假期的一种关注吧。但是有一些行业，它不但放不了假，而且越到过节，工作压力越大。比如说消防队。2014年春节前夕，上海，我们来到上海消防黄埔支队北京中队，这里地处上海的地理中心点。一个普通的下午开始了，15:35警铃响起，厦门路一家五金商店冒出浓烟。现场过火面积5平方米左右，因为刚刚燃烧就赶到，灭火进行顺利。北京中队负责的消防区域内，上海老式居民楼几栋，一楼的店面上面就是居民聚集的房屋。打完电话多长时间就来那个火警了？大概3分钟吧。归队仅30分钟后，16:20再次接警，黄河路一家饭店有火情。我们没有湿的，哪里有湿的？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报警者所称的地址并没有十层，全楼也没有出现火警，证实为虚警。19:04接警，新闸路一家招商银行内冒烟。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是有人在垃圾桶里燃烧废物，当事人已经自行处理浇灭。大火、小火、实景、虚景，消防员们只有一个答：有警必出，快速处置。无论是吃饭、睡觉，接到警情，1分钟内必须完成出发，因为加快的每一秒都可能换回普通居民财产的安全、生命的平安。22:05接警，成都北路一弄堂内有浓烈焦味。弄堂里居民众多，楼道狭窄。去了，去了，去了，你俩去这里，去这里。焦味来源发现是居民做着饭忘记关火，铁锅烧干，锅底烧穿，散发的焦味。在消防中队的这些年，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在家吃过团圆饭。我觉得我比较亏欠我妻子的，就是因为我现在11年了，没有在家里过过一个年。爸爸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就缺你一个。今年的春节，他们又将在一个个火警现场的穿梭中度过，坚守岗位、保卫平安，是他们无需多言的承诺。最后，我们带回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对远方亲人的祝福。
亲爱的老婆，十一年了，在部队都没有陪你过过一个完整的年。爸爸常年都不在家，你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爸爸一直想给你奖励。爸爸妈妈，这个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二个年，不能出来，只能在这里给你们拜个早年了。留在这里祝父母马年行大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您现在在看我们这节目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几位消防队员，此时此刻可能正在这个消防车上。嗯。大家都不希望着火哈，但是不管着不着火，他们必须随时战备。而且你想想，这不管是北方地区，嗯，还是长三角一带，反正过年啊都挺冷的，嗯，啊，你到在室外你救火。浑身上下全都淋透了，嗯，你回家暖暖和和的了，他们全都冻成冰棍了，嗯，所以这些消防队员他回不去家哈，我们也真希望这几位的这个家里人能够看到我们从电视上送出的这份祝福。这还是消防员的一种工作的特殊性，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个职业呢，这一家人跟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过年都是从五湖四海往一块聚，嗯，这家人一到过年，一个往东南走。一个往西南走，越来越远。哦，因为他们的职业是铁路上的乘警和乘员。2014年春节前夕，山西太原，这是即将出发的1485次列车。焦秀锦是这辆列车上的乘警长。从山西太原到四川成都，列车要行驶27个小时。那排好队。带的什么呀？这是这么大的电风扇。电风扇去哪儿呀？乘警是列车上的治安保卫者，负责车辆上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春运列车上人员增多，行李增加，安全隐患也随之增长。来，我给你讲述通一下。啊，跟上后面走。来，跟上，来走了。来，你到哪儿去？1485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这个时候，焦秀锦的妻子杨宝华也在火车上，她是1551次从山西太原到江苏连云港列车上的一名列车员。嗯，放这。两人的列车向着相反的方向，一个西南，一个东南，方向相反，时间也是错开的。按照排班，每12天，他们最长能在一起待1天半的时间。家人、孩子，家里会经常问亲人，是吧？哎，今天过节放假在家不在家？那每年也就是个这，自从我上上班就没在家过过年，十来年每年都在外头。各位，这风到这是上面的谁最大这个编织袋？挪个地方。焦秀锦的工作，耳要听，眼要看，嘴要说，而妻子杨宝华的工作则是手要勤，心要细，方式有别，目标相同，让每个归家的人有个安全舒适的旅途。忙碌的工作中，夫妻俩最牵挂的是8岁的女儿。结婚时，宝华和秀锦想着两人倒着班，至少能有一个人在家照顾。可是没想到，现实没那么容易。由于工作原因，夫妻俩经常要把女儿托付给宝华的弟弟来照顾。虽然孩子也已经习惯父母的工作，但宝华总忘不了孩子刚出生第二年，自己走车时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感觉就是说孩子太小，我走车了，他爸正好也是三车回来，感觉那次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觉说不上，可难形容了。感觉人家一家人都在团圆，我一个人出去上班，把孩子丢到家里，他爸晚上回来，觉得孩子可怜，没人照顾。铁路工作者所有的情绪，只要一上车就烟消云散。你别人在过年过节团圆的时候，我们肯定有些人的付出。必须得付出，要不好多旅行怎么旅行？这是职业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给一车乘客的承诺。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车上的旅客都是奔着回家的路，奔着团圆的饭，奔着新一年的平平安安。这春节
节不光是出行啊哈，还有很多的这个行业，只要我们涉及到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大家在这春节期间可能需求就会更多。嗯，那也就意味着各行各业可能都会有人放不了假，是在岗位上。比如说大过年的，咱们看个春晚啊。吃完过后吃个饺子，再打会儿麻将啊，你不希望你们家突然停电吧？对，这电力工人这一宿甭睡了，就保障为千家万户供电，环卫工人，你还没睡醒呢，人家就得到街上把你头天晚上放的那些花呀、鞭炮、纸屑都得给扫干净了。还真是，再有，你大年初一早上你睡醒了，想起来我得给大家打电话拜年呢，发短信呢，这通讯线路得保障吧？嗯，很多你看不到的岗位，他们在春节期间。都无法休假，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个人这春节这年过得平安、幸福、欢乐、祥和。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给你们拜年。天大的小事儿，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加班的话题聊到这儿。明天我和圆圆继续陪您过年，陪您聊聊其他的天大的小事儿。明天见。